胜利，才马上抓住你。真系好失望啊！哎呀，惨咯！有咩失望同叔叔讲？唉，我之前支持开个匹赛区连利多咯，佢退出咗打比，唉，搞到冇咗机会发威，真系好失望啊！唔紧要，我明啊，但系机会冇咗会再翻嚟噶嘛？你睇下佢，啲机会到佢手啦！连利多本来系高柏生其中一笔争打比嘅分子嚟噶，不过最后退出咗。佢之前分别响三班赛同埋二班赛连赢两场，一于睇下嚟紧星期日快活谷草地日赛，佢初上一班兼初跑跑马地会落到咩成绩啦？至於對手方面，香港經典杯盟主魅力知己一言為定，傾力之城都是首度在跑馬地出師，或者對連利多都有威脅的。唉，真的好失望啊！有什麼失望啊？你跟哥哥說，就是對你好失望咯。關我什麼事啊？你啊，又說自己打機有多厲害有多厲害有多厲害了，我话过关炸极都炸唔晒嗰啲朱古力，又话帮我过，你睇下到而家。嗱，你需要知道做事要分轻重啊嘛，我炸唔晒朱古力有原因噶，我花咗啲心机去玩呢个游戏啊。系呢个国际一级赛爱比女王杯将于4月28日喺沙田马场举行。而家开始，马会网页推出咗网上问答游戏，最快答啱问题嘅头6000位参加者有奖噶。4月21日截止，详情可以浏览马会网页。大家好，我讲马之王 Gordon。嚟紧星期日将会跑马地马场举行10场嘅日马赛事，其中最值得留意嘅就是荷兰马房嘅起步区。点解3岁澳洲马咁过嚟到香港只系跑过2次，坐咗胜出1000米嘅直路赛事，而上一次升班增程跑1200米路程，排大可当不利之下仍然跑入第二名，显示呢匹马嘅质素相当之高。今次转跑法律谷1200米嘅赛事，绝对有机会为荷兰马房增添多一场嘅头马。希望我嘅睇法能够帮到大家啦。唉，真系好失望咯。哇！你失望咗成集噶咯，你讲出嚟俾叔叔听，一次我解决晒佢。咪就系梁浩佳咯，应承咗人哋做嗰啲赛日备战啊，又甩底，不如今次帮我搞掂埋佢啊！唔使嘅，我教你啊，翻去睇平板人分析晒星期日谷草日赛心水，再逐个字抄低佢，包保唔会令你失望嘅。都好喎，咁你咧？抄完之后俾份 copy 我，拜拜。吓？咁我真系好失望咯，你同我翻嚟自己抄啊！